啊，你打过啊？好精彩！好精彩！真的精彩！啊，来，你也讲。谢谢大家。哦，我真的，我认为这一个真的很精彩，而且值得告诉大家。我儿子哦，他比较高疑哦，打去问哦，他听他说，哎，他问他说，哎，民政是不是诈骗集团？对方说诈骗集团，他吓到就放下了。哦，他就跟我讲，我说我不相信。我很相信民政府，然后我就隔天星期我哎，当天晚上有什么我就打去问了哦，啊，我就当作我是一个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人找我去，那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我要请问你台湾民政哦，他一定马上知道的感觉哦，然后我就说，朋友找我要去上课，我想了解这个是什么样的团体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他说，妹妹，我是说是不是诈骗集团？他说不是不是，我说有没有合法？他说。诶，没有违法。还有哦，还有哦，那我就跟他讲，诶，我真的对不起啊，我很残忍哦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因为我因为真的大家去了解这件事啊，然后就说你们说没有违法，那我很疑问呢，他们敢登报也敢讲说美国的事情还有暗号呢，啊，这样不是乱台湾人吗？你为什么不抓呗？因为你有刚告诉我们问啊，所以我敢啊，我就说这么说，他就说啊，就笑着来讲，没了，我一都不违法，都不要躲你啊，哦，真是的，我说啊，那你们当什么？嘿，我真的我很不客气，我说你们当什么？怎么可以让台湾乱下去呢？要抓，他说他就一直笑啊，没有办法了，没有违法了，这是我证明的星期六那一天吧，还是哎没有星期一那天晚上。大家可以问，但是他听到国语的人哦，我跟你们报告，他会吃你，他会说那是违法，真的报告，谢谢。